看球的球迷们依然很多，苏东和王涛将和往常一样陪着大家一起看球。今天为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，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英格兰女足。这两支球队小组揭幕战都拿到了开门红，今天就要来比一比到底谁更红了。防守方没有让球过去，球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，弹出了底线，球直奔禁区去了，有没有机会呢？一脚怒射，射门没能打穿防线，轻易甩开了防守队员。是的，他又立功了。裁判鸣哨，拼抢犯规，这个任意球啊，可以直接威胁球门。这个任意球让门将毫无办法。弧线球、香蕉球，无论大家怎么叫它，现在它都可以被另外两个字代替，好球。僵局被打破，目前比分1-0。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，迅速铲球，破坏掉对方在禁区内的进攻。娄佳慧、唐佳丽，看看张睿的处理，对手的这次进攻就到此为止了。这球打了一个过顶，这是一个机会啊！球权易主了，他这是在上演个人秀啊！瑞秋打力想打一个防线身后，神奇的一次扑救啊！嘿，好险呐、啊！他们可得好好感谢门将，必须的。给到禁区里，角球落点啊，应该很好，有没有机会呢？这球直接顶给了门将，他，你看看这门将几乎没有动，把球就收了。对。王霜防守不错，在自己后场把球抢断了，已经进入到进攻三区了，有没有机会呢？防守队员阻止了这次射门，感觉有了。王霜，好的，他们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球。为什么我们说要尽快解围，把球踢出自己的禁区呢？这个球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。优势扩大，比分变成了2-0。盖拉沃尔什、埃拉图恩、贝斯米德，关键时刻将球拦截，成功化解了对手的进攻。犯规了，裁判吹停了比赛。这个球横传到了中路，队友拿到了球，但对方对他逼得很紧啊。这脚破坏非常关键，也非常及时，如果慢一点啊，对手就能直接威胁球门了。这球打在了门框上，非常可惜，看起来他们今天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垂青啊。这没什么办法，继续加油吧。王霜胆大心细，直接在禁区内用铲球夺回球权。
瑞秋打力啊，已经来到前场了，能创造出机会吗？裁判哨响了，越位，他的站位有点不小心喽。嗯，球在拼抢中滚出了边线，双妹子王双拿球，前场抢断很成功，看看接下来怎么处理。尝试了一脚远射，偏出了球门，机会好的话打远射，哎，其实无可厚非。对的，盖拉沃尔什，看这次路西布隆泽，凯蒂泽勒姆，球被防守方拿到了，这次进攻是无功而返，非常精彩的压迫，在前场断球。王双一脚精准的传递，哎呀，功亏一篑啊！抢断了对手的传球，他们在对方的腹地寻找机会，机会不错，球朝着门将就去了，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。王双，王双这脚球传得非常不错，门将挡了一下，还好有他在，这一下真是救命。裁判给了任意球，他们的替补骑兵现在要登场了。门将这次很好的完成了任务，他确实是个值得信任的好门将。的确，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，飞向了球门前。哨声响起，双方上半场的对决暂时告一段落。中场休息结束，双方异地再战，换成了英格兰姑娘们从中圈开球。利亚·威廉森，看这次路西布隆泽，球又被他们拿走了，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距离很近，机会，漂亮的扑救，好的，前场断球了，观众都在高喊啊，让他射门了，王双的机会来了，我可以打包票啊，这绝对是一个会被反复播放的进球，这种球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啊。毫无疑问，这个球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这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动作，马赛回旋，轻描淡写的拉球转身，让之后的所有动作都变得如此简单。目前比分已经变成了3-0，张鑫，这球不错，落点很好，球再次回到对方脚下，科比来了，角球，角球直接开到了门前，看起来很危险，机会来了，门将这一下真是不错啊，直接飞身扑救化解了危机，
先对手一步啊，抢到了这个传中。王霜，尝试攻门，发力没什么问题，高度控制上稍微差了一点。刚才这个球虽然没有进，但整体配合有模有样，他们的自信心似乎也越来越足，怎么踢怎么有。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30分钟。亚历克斯·格林伍德，哎，在前场完成了抢断。走出了边线接外球，他们对阵容做出了调整啊。王霜，唐佳丽成功的过掉了防守，机会来了，球进了，你敢相信吗？这四个球领先的绝对优势。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较量中，他取得了胜利，机会出来了，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给他们的压力。这一次他们应对得非常出色，把球打进了。目前的比分是4-0。亚历克斯·格林伍德，盖拉沃尔什，科比来了，成功解围。看看这个球他怎么处理，对方的逼抢非常激烈，在后场把球给断了。裁判吹罚了犯规，拦截成功，拿到球权。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20分钟。这脚球啊，穿越了对手的防线，这球还没有结束。成功扑救。脚球开到禁区里。在后场把球铲断，亨普，传中找后门柱的队友，漂亮的扑救。角球开出来了，前点，他还在观察局势，这球对门将无法构成威胁，他轻松地把球抱住了。球又回来了，鲁西布隆泽，科比拿球，直塞球传得漂亮，边裁的旗子举起来了，这球越位，应该早点传的呀，浪费了队友的跑位。这次队友的支援很及时，看看张睿的处理，交给了王霜。球迷的意思是直接打门啊，漂亮，在门前抢到了球权，马上又可以进攻了。禁区内铲球要小心啊，看这个直塞没有越位，这本来是一个好机会的，但没有把握住啊。这个球啊没什么难度，科比来了，尝试打门，
这球略微缩小了分差，不过时间也不多了。现在比分是4-1。第四官员公布了补时的时间2分钟。科比拿球，科比能进吗？还好这脚射门被挡了一下。这个角球飞向了禁区中间，门将高高跃起把球击出了门框，防守队员把球破坏出了底线啊！又是一个角球啊！门将及时做出了反应，比赛结束了。